啊，我最近没有见到他。很单纯。所以是有传讯息吗？因为前阵子发生一些事情，没有关心他。我有关心一下。对的吧？还可以因为你可能算是坚定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他说的。我带 PP。还是希望顺顺利利的，就是我觉得当然上台的时候都还是会紧张啦，对啊，但是就会，我们刚刚也在后台有说要 re 稿，然后就希望可以上台的时候很有默契，要准备好。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，还好有他在，他的中文比我好。是有了，我说实话，我是有，对吧？我也是有了，就是因为，就是这个名单真的有很多都是认识的人，然后所以当然也会以免自己紧张，对，所以要再看看仔细一点。好，其实我们今天两个人穿搭完全没有私下讨论，对，真的没有。然后。对，然后刚刚在后台的时候遇到他，我说哇，天哪，这就是默契。默契。对，因为就是黑色系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，是。然后，但是可以把黑色搭配出很有层次，这个真的是今天的缘分。造型。对，然后刚好我们今天又要颁发的是最佳造型设计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没有，就是晒黑吧，我有可能是晒黑了一点吧，但我有在增重。打球，都有啦，没有到很凶，可是还是有啊，对，还是要运动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有在做一些重量，想要增重一下，再试着增重，对，但没有那么容易。你这样讲，超多人会觉得很羡慕，增重很难。增肌肉很难。哦，对，增肌肉很难，这是真的。应该说增肌肉很难。对对对。对，增肥很简单。对对。那很多人都一起打。我最近没有见到他。很单纯。是有传达关心吗？因为前阵子发生一些事情，有关心吗？我有关心一下。我觉得我。没有什么可以帮他说的，这样讲。我觉得你们有空可以关心他一下。我带 PP。